儿子两个鸡蛋，儿媳妇两个鸡蛋，儿子两个鸡蛋，儿媳妇两个鸡蛋。妈，你会分鸡蛋吗？我咋一个没有呢？儿子，你别着急，还有硬菜呢，妈你取去。啊，行，妈去吧。听没听着？妈给我准备硬菜了。还是向着我呀。儿子，硬菜来了。哎呀，还得是我妈向着我呀。我看看里边有什么好东西。哎，儿子，先别动，一会儿我儿媳妇该给你抢了啊！等一会儿啊。行，妈，还是妈妈想的周到。我不愧是亲生的呀，妈妈都替我防着我媳妇儿。我帮你看看这是啥，显着你看了。你一看不就是你的了？妈真香，哎呀。我得留点肚，一会儿吃硬菜，先喝点媳妇都没喝过的红姜粉。看在硬菜的面子，先不和你计较。你咋这么会吃现成的呢？就动动手的事儿，哪来那么多话？你还别说，老公冲的这个还挺好喝的。媳妇儿，你是不是没吃饱？正好我不饿，来，你把这个吃了吧。你一口都不吃啊？我不吃，媳妇儿。这样一会儿你就不会和我抢硬菜了。也不知道这里是啥好吃的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你别笑。换一下，没完了咋的？这都喝没有了，好喝吗？好喝呀，看不上你。家人们，我们喝的是红羊粉啊，它是一款轻食代餐，特别好喝，配料表也很干净，有红豆、红米、红枣、花生、枸杞、玫瑰花瓣粉制而成的，而且添加了铁棍山药粉和燕麦粉，以及少量的赤藓糖醇和千纸乳粉，没有添加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，十种食材搭配一起，营养还健康，而且还有饱腹感，老儿小孩呢都可以放心喝，平时呢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，简单方便。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早餐呐、午餐、晚餐、代餐都可以啊。喝起来呢，软糯香甜，口感丝滑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，整整的四大袋啊，然后还送一个同款的这个胖胖杯，而且呢，每一袋袋里面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，特别方便携带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这个红羊粉确实好喝的很。吃饱了吗？哎，吃饱饱的。看看妈给我准备了什么硬菜，来看看吧。咋玩的呀？这个硬菜啊，妈这不偏心眼子吗？我啥也没捞着啊，这。你心眼少，还能赖我们吗？